记住，生意场上没有情义，只有利益。哼，他就是个律师，懂什么生意呀、啊？大哥，只要爸还在，就轮不到你说话。这个项目风险太大，我反对。只要利益能够盖过风险，那就可以。只要有我在。 你就坐不成。这要领到我才行，建议那群失联生。但所有款项均是通红，没有证据证明他参与经营，你该找的应该是负责人。坦白宣判无罪，为什么要帮我脱罪？咱可亲兄弟，割出来了，你不怕夜长梦多啊？你待在里面，我才睡不着啊。 学校规定不让点外卖，哼，酒这破规定，活该你吃潲水鱼。你懂什么？这叫健康。不好意思，王总，律所有规定，工作期间不能喝酒。你这个态度的话，这生意可没法聊了。既然王总喜欢喝，那咱们不醉不归。恭喜张律，咱们年度律师。案子是大家做的，功劳凭什么是他一个人的？在这个时候，利益从来不是做的分配，都是要靠抢。 你这种人注定走不远，我为公司兢兢业业了5年，凭什么开除我？就凭你今天左脚先迈入公司，这是谁定的他妈破规矩？不合理吧？哼，我刚定的。为什么法律有时候现在骗的坏人？因为法律评判的是是非，而不是善恶。只要有转账记录和借条，胜算就在还是很大的。你算了吧，如果上诉有用，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老赖。 不具努力尝试，又怎么知道结果如何？债务人已无还款能力，所以担保人的责任期限是2年。时间早就过了。担保到时候明确注明，那么责任的欠款还清时的结束。对于这种没有明确时间的原因，他的责任期限更具有利益。你知不知道这他妈的救命钱？但法律并不会保护一个抱着权利睡觉的人。一次输赢并不代表什么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你可要做好，一直说得准。 作业抄一下。嗯，心思应该放在学习上，而不是搞些歪门邪道。这才是学习的意义。工程遇到了点麻烦，我就算死也不会进奸商店。钱不够可以加吗？你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赚不了费，只能出院。钱方面我会想办法，麻烦你先救救他。医院会救一个坏人，但不会救一个穷人。 家就是家，我老公去看他去，我要你们少给我坐牢。是他擅自解开裙带导致的坠楼，只能算责任事故，大不了赔钱喽。钱都还不还，你们放开老子！我更怕的是穷。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但为什么不能使人平等？真正的平等是体现在规则上，而不在于结果。谢了，张律。 当天商店，你做律师就是为了钱吗？没有钱，再可以在律师也会被饿死。我们是不会来的。好吗？那我只好帮你办了。你这样做是要逼死他们吗？啊！穷也不是怕为所欲为的理由。根据房屋征收，想逃离黑仓，获得抵御周边房屋市场价。你有指挥规划许可的违章建筑，凭什么赔偿？你这样良心不会痛啊！这就是法律的游戏规则。作业呢？ 哎，晚上去吃烧烤呗。你的？没看到老子的料？哎，老子写没写？关你屁事！校园霸凌我也义务告诉老师。多管闲事，老子下一个打的就是你。对不起，我不接受这种道歉。人家将来是要当律师的，我看你被开除以后是干嘛？老子以后混社会也比他过得好。兄弟，上场。哎，里边请。买单。啊，来了，一共100吧。 谢。要我说，法律就不应该给坏人留余地。刑法的威慑力不在于严酷，而是在于其不可避免。威慑力不够，就是在纵容犯罪。这个案子你做不做？辩护这种人，我巴不得他判重罪。在入罪问题上，我建议你还是优先法律判断。 根据刑法第240条，拐卖儿童可判处5年以上。鉴于被告有自首，需要法官酌情处理。他的犯罪行为是既定事实，但刑法也规定，对于聋哑人士，法院应当减轻其处罚。就是因为你这种律师，才导致犯罪成本越来越低。有时候成本太高也是件好事，为什么？至少他给了受害者一个正当的机会。
案发当天，你是否看到被告强行带走你女婿？他们是某女朋友关系，下班一起走。你撒谎！哼，我说过你赢不了的。现在撤诉，我还可以给你一笔钱，你小清楚了。这一次你还是留着解决尸吧。张律，我要撤诉。加害者还逍遥法外，受害者怎么能让步？这事每提一次都是对我的伤害，我还有事，你请便吧。哎。 您喝水，我会找的新的证据。阿姨，您确认他一定不能撤诉。你先坐会儿。哎，衣服晒哪儿？阿姨，我来。这家人终于搬走了，他那个女儿不三不四，都跟男人去酒店了，还是不是自愿的？活该！你们没用的，回老家了。这段时间谢谢你了，张律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我的一句话会造成这样的结果。你该道歉的不是我，我现在说出实情，还来得及吗？法庭已经不会再采用你的证词，他也是受害者。我们胜诉了，他被判了，我就说正义不会缺席。对我而言，只是还原了真相，人都没了，那还算正义吗？ 人要狠，才能成大。律师的职责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争取利益最大，而不是一事无成。我跟你说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老大，只要不做明星小二，就不用负刑事责任。你敢越来越大了，你罗永福涉嫌扣你判10年了，你。大哥，侵占罪是重罪，你有证据就告我呀。做人要狠，你教我的吧。哼，你别以为你是律师，我就抓不到你。啊， 我不是怀疑你，我只是怀疑你能不能不给吧。老板，你居然能考140，动动脑子呗。哎，分数是给自己考的，不是给别人看的。你居然能进外企，简历嘛，只要认识一下。出门在外，面子都是自己给的。兴趣只是开始，要怎么留下来才是最重要的？说的那，有头是回报率不重要，只想回头。哎，这一听就是骗，承诺说一本正经，违法违规的证据。算了。 那我听了你的简历，给别人算了。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律师会给坏人做辩护啊？如果你连这都想不明白，你就不配做律师。他们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，你知不知道？在法院宣判之前，他们在我眼里就是合法公民。错的永远对不了。 小孩才分辨，成年人只看利益。作伪证可是重罪，说话要讲证据。驾车致人重伤的，可处3年以下。交通肇事罪的定刑标准是1.5米，或3人以下。这只能算意外，大不了赔钱了。可我有他开车喝酒的证据。哦，法庭终于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游戏。 哥，我以后也要做律师，为大家伸张正义。律师重要的是维护当事人的利益，而不是证据。这个案子背后利益牵扯很复杂，你把握不住。难道你让我眼睁睁看着他们继续作恶吗？你给我回来！老大，让他们接。你可别乱来呀，我上面有人。 爱的人没可，我上面已经没人了。哎，快停下！叫他们小警官，我要举报，他们今天都逆行。第一是您在逆行，第一不姓张，好吧？晓得嘞，小警官。阿姨，身份证给我一下。哦哦。阿姨，您家在哪？ 我跟侬讲哦，阿姨家有2000多平方，我定还在弄。个人照顾。收到。阿姨，刚好我这边执行结束，我送您回去吧。哦，原来您住的家是养老院。阿姨，你可担心小警官有看到侬了？啥呀？阿拉今朝寻了侬，还替拉都老冷了，侬后头更小啊。 哎，师傅，这阿姨怎么都叫我小警官？我们消防局中队的民警啊，会定期到敬老院来看望这些叔叔阿姨。这位徐阿姨呢，患有阿尔茨海默症，所以呢，她看到我们穿警服的民警都会叫小警官。哦，明白了，走，我们上去。
哎，老王。哎，金老师。哎，那个春联都贴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哦，准备。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金老师。小伙子，哎，新来的吧？来陪我下盘棋。好嘞。出手吧。什么年代了，我们现在都玩这个了。起开，老不正经的。出手吧。将军。小伙子，你这地术打得天人合一了吧？也就登峰造极。不要白想嘞，今天过大年，一起来做年夜饭吧。那我们一起包饺子。过年了，大家回家团圆，我们会在路上守护平安，和爱的人一起吃年夜饭，过团圆年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今天不拍就行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位生命中很重要的人。我嘛，包括福建，有什么害羞？还睡呢？别睡了，起来拍毕业照了。头上这是我们最后相处的时间。别愣着了，拍照了，走。好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茄子。哎，就只剩你们俩了。毕业之后每年只聚这一次，每次都凑不齐人。大过年的不聊这些，就咱们几个人呢，也挺好的。哟，红花郎，好酒啊！可不嘛，特地带的，红花国色，红红火火，适合咱们新年聚会喝。咱们一定会再聚的。这话说的，来。干杯！三周年快乐！啊，对不起啊，忘记给你买礼物了。就知道你会忘。不过看在你工作这么忙的份上，这次就先原谅你了。反正呀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。下次不许忘了。嗯。爸爸妈妈可想你了。妈，怎么了？见到爸爸妈妈不高兴吗？高兴。儿子，饿了吧？年夜饭都准备好了，来，给老爸喝一杯。来，你喜欢的菜，多吃点。爸妈，以前是我错了，我每年就回来一回，不是在睡觉就是在玩手机。以后我一定多陪陪你。陪我们干嘛？你都多大了，该有自己的生活了。来，喝一个。犯错还可以。你还笑？喜欢笑是吧？后面站住！哦，又赢了！你又这样，说好的一起上，你每次都当老鼠躲起来。重要的不是手段，是结果。王总，这个项目请一定考虑我。你先去陪王总。有时候做事儿要动脑子。这次拍卖的是位于矿泉水金子，是进价三倍。行。看来咱俩的集团必有一场恶战，咱们矿区见。一天，你让我到哪儿去借六千块啊？借到钱以后去这个地方。快拿去，兄弟，这是我全部家当了。我一天亏了三千块。学会赚钱，先要学会输。给你一礼拜时间，凑足一万块。一万块。两礼拜后来这个地方找我。兄弟，再剩下就只剩三角裤了。这样。哦，谢谢兄弟。哎，戒指，戒指要不要？戒指留着。范总，张丽在隔壁等人呢。让张丽过来见我。你这个态度，生意不要做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代表张丽啊？你，他是我铁杆兄弟，他说这生意不做了，那就肯定不做了。说，兄弟，嗯，今天不好意思啊。这是以后有我的，就有你的吧。
啊，哥们帮帮我，看到有人跑过去了。那边。李婶婶，用钱相报。这你拿到了，人没事吧？放心，哥们儿有文采。他说一点心意。你看错人了。那你还剩这个选择。合作愉快。这个项目我做不了，谁也别想做。串通报价损害其他投标人利益的，可处三年以下。你个小律师，你拿我怎么样？哦，那咱们换一种方式聊。你可是律师？哎，小朋友，你这样乱很容易导致电梯故障。小孩闹着玩，这不也没事吗？你现在不管，等出事儿那天就来不及了。喂，这么小年纪就学会偷东西啊？我没有，我没吃。孩子饿了，先吃两口，怎么了？那这些呢？偷窃可是违法的。小孩闹着玩的，谁说我们不给钱啦？放给我！砸了我车就想跑。这儿又没监控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是他砸的呀？叫斤斤计较吗？别人可没义务包容你的小孩。张律，你帮帮他吧。故意伤人，致人重伤，可处三年以上。吓唬谁呢？我还未成年。只要年满14周岁，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。都是小孩闹着玩而已啊！这个孩子可不这样想，法律也不会闹着玩。喂，这情侣抄一天了有什么用？只有这样才能长记性。哼，你不去理解，抄一千遍都没用。哎。学校有洗衣机干嘛用手洗？我妈说了，师德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你呀就是有病。劳动法规定了周末加班是可以要求公司收获支付双倍工资。不重要，我只要吃苦就一定能成功。你只会吃苦，就只有吃不完的苦。那咱们走着瞧。早就跟你说过吧，吃苦是有用的。我现在工资都3500了。恭喜。朋友坐进打碎我的手。哎，为什么法考了？每年通过司法考试那么多人，凭什么我们能出人头地？认他做干爹，保证咱俩是荣华富贵。我们是律师，不是有钱人的工具。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也属于重伤。上下班途中指的是两点一线，谁知道是不是去吃早餐？咱法庭见。你这辈子只能是个小律师。我学法律是为了公平和正义。法律讲的是事实和证据。祝你好运。你怎么才考60分？那些考得好的将来不还得给别人打工吗？你呀，一课都不上你怎么毕业？我要求文凭干嘛？家里有的是钱。给敞开喝，我买单。你整天游手好闲，以后拿什么养活自己？不用我爸给我铺路。你学习好又怎么样？还不是只能当个小律师？那我们再看看你以后能干嘛。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？把球交出来！凭什么？我兄弟你都敢动，愣着干嘛？还不快走！好，听好。知道是你的，这些钱你拿着，谢了。不够的话说一声，兄弟还能拿命回去。走了，自己小心点。我方认为举证合法性的证据未来确实充分的存在，该项证据应当予以综上所希望审判长结合一庭宣判被告无罪。这么无聊啊！庆祝一下，走。功劳。跨年夜你们能不能消停会儿？哎，张哥，紫砂因为水平，你给几分？别人不对，6分。哎，你凭什么给我们打分？你呀，最多2分。2分？哎呀，算了，一个小孩一般见识。凭什么你6分？我为什么才2分？张阿姨，你别输不起啊！啊，就是，我错了。张阿姨，菜不多练，你可怂，张丽娘可气。嘿，老板子，你来这碎人成功去了？那你报警抓我呀！哎，你吵什么呢？张阿姨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哎，走吧，阿姨。爷、yeah, 听个真是说啥来啥。笑什么呢、还有你张三。哦，是你报的警吗？对。启动3所联动调解工作。我们声音啊已经很小了。我们去小张家里面测过了，你们的音响有70分贝。根据噪音污染法，噪音超过60分贝已经属于扰民了。所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，制造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，警告后不改正，可以处200元以下的罚款。你还听懂法的吗？我也是律师。
很危险的，你是了不起啊？哎，我好严。来，小张，跟我出来一下。小张，你理解一下，白天大爷大妈都要围着儿孙转，只有晚上跳广场舞那一会儿时间才属于自己。宝宝，不哭啊，奶奶没事，马上回来。阿姨，我们要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，您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影响的是您孙子呢？张阿姨，要不你们还是别……小顾，都是阿姨不好，我们以后就不跳了。跳，接着跳啊！蓝牙已连接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你爸喝醉酒了，你还在那买酒？他是我的爸，我没得选。自己的耳光，别逼我！校园霸凌年满十四都在，校服法律责任。你为什么不告诉老师？你我没试过，我没得选。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你的人生可以有很多选择，但我没有。故意伤人很重罪。以前我没得选，现在我要让他们加倍还回来。你不是没得选，是你选错了。30年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才28，少爷，啊、我不会再错了。是，的确是我。走，妈给你买车去。好嘞。Water， 买车。先生该弄哪辆？全部给我打包。谢谢老爷，谢谢老爷。这庄园归你了。爸，麻烦把这个先签一下，这是赠与合同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转移之前是随时可以撤销的，但签了这个合同，一经公证，不得反悔。其实如此缜密，不愧是我儿子。给爸，我想要不是一个冰冷的庄园，而是一个温暖的家。爸，少爷好。爸，这也太、太少了是吧？不是，这又不是空调，多了是要犯重婚罪的。亏你还是律师，要不领证，和八个女生结婚都没问题。那就换气势，换气势，换一天。那你去干嘛？书上的东西啊，学了也没用。可是。只要不上学，我干啥都行。哎，你不读书能干嘛？赚钱的法子会写在书里吗？但是别搞了，这钱怎么来的？你心里清楚。我只知道这钱是你当个小律师一辈子都赚不到。那也比你每天给我胆战心惊的日子强。胆战心惊的是他们，不是我。不会永远这么好的，我真的没有变，我也是要坚持。那个叫做正义，那个自我不幸，对错正邪各难题。盯着我干嘛？给。哎，他们还没理啊？关你什么事？我是律师，就等他们这单吃饭呢。对了，你想跟谁？我可以帮你争取。不需要。法律规定，未满18周岁必须由监护人监护，不得独自睡眠。他们都一样，我选谁都是错。确实，没有正确的选择，只有让选择变得正确。少在那说风凉话，你爸妈又没离婚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接手的第一个离婚，就是我父母的。那你还笑？装的呗。走了。哎。那如果有需要，我能乐一下吧。带课本的给我站起来。哎，我那输了，帮帮我。嗯，下不为例。哦，是你呀、啊？那坐吧，坐吧。谢了，兄弟。赶紧的，给我兄弟道歉。凭什么？你啊，你不是要打赢坐牢打出住院？下不为例。放贷年利率超过36%，属于高利贷，违法。利息我不要了，本金还我。兄弟，再帮我一次吧。本金我来还。下不为例。我是原告的律师。兄弟，再帮我一次，又帮我一次。对不起。已经没有下次了。
潮水。I am love. I am love. In a rainbow, a rainbow. 我喜欢你好久了，你别忘了。建总的庆功宴你都敢迟到，知道疼就好。辉腾，你别犟嘴，拿不到建总的投资，我们冷家就要破产了。不就是要钱吗？老把这个吃了，3000万给你。你就吃了吧，我真的需要这笔钱。只能吃一个吗？你还真吃啊？我怎么找了个你这么没出息的玩意儿？不是你叫我吃的吗？哎呀，你可太不要脸了。建总，我仰慕您好久了。哎，来，给你，你的窝囊废。你们别动！哎，让你走了吗？商会的陆总马上就到，见到他的尊容啊，也是你的荣幸。姓陆的也配让我等？如今华西90%经济命脉尽在我商会手中，多亏了陆总。区区千亿，不值一提。哎、陆总，想见，恭喜啊！哎，这位是？哎，他就是个废物律师吧？好、啊，张总，陆总，顾总，胡总，李少，胡总，你们这是在干嘛呀？想死别拉着我！他就是个废物律师而已，一个个的都跪在这干嘛？真恶心！霍会长，你啊，张总，你就免了啊！张总在此，你敢，岂敢不跪？啊啊！张总。您找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嫂子，一看就旺夫，这是我女儿。哦，阿姨好。小张啊，公司副总你来做。谢谢老板。前提是和我女儿订婚。嗯、我年纪也大了，该为集团找接班人了。老板，你来是来践踏我的尊严，我做律师是为了维护公平和正义，不是为了挣那这个臭钱。我这是为了帮你少走弯路。我年轻的时候要是有这样的老丈人，感恩戴德都来不及啊。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。卷宗整理完才能走。我已经整理完了，明天的人做出来。加班一天都上不下去。我毕业于四川。还是说说你为什么从上家公司离职吧。第一，老板太傻。第二，上家公司可没这么好看的人事。我这没问题了，老板要见。嗯。你不符合要求。老板。爸，您就再给他次机会吧。爸，前两天我和你大姐去给你提亲，这小子不少、哎。你也没说是他。哎呦，我最讨厌背叛了。好巧不巧，投了我另一家公司。我们走。这不刚好表明了，我到哪都是赢的。赢的。哟，离开我俱乐部这么惨，我在等我男朋友接我回家。嗯，走吧。这下总放心了吧？走啊，都等着你呢。少废话，走吧。是不是不给面子啊？老师打的车马上到了。哎，我真的有事儿。别逼我发火啊！哎，王总，你好歹也是个企业家，你不知道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是可以被拘留的吗？小张啊，作为过来人，我得提醒你啊，这种小事儿，花钱是可以解决的。这种小事花钱是可以解决的。作为他的私人律师，我也有必要提醒你一句，行贿受贿可不止拘留这么简单。你给我等着！我怕。哎，随时后悔。有男朋友还带我送礼物。以后有我就没他，你选一个吧。我选我哥。嗯，好啊，那就离婚。你把我给你买的车给别的女人开。
那车本上写的我的名字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让他走，记得把欠我的钱还了。什么钱？之前我妹买车是找我借钱，现在我要求你偿还这笔钱吧。谁借的赵世华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借款只要用于夫妻共同债务，就是夫妻共同债务。这借条什么时候签的我都不知道，有个屁的法律效益啊！谁说没？好好好，你们坑我是吧？你说话要讲证据。行，我把车卖了还给你。王哥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还你，他给你花的每一笔钱，你都要一分不差的还回来。凭什么？就凭法律规定。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夫妻任何一方为了维护婚外不正常的情侣关系，私下向第三者赠与的财产，都是无效赠与哦。姓王的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燕子。哎，汗流浃背了吧，弟弟？走了。哎，老婆，我错了，老婆，在法律层面上我们才是直系亲属，你可不能轻视外人啊。没错，但法律只强调了关系，又没说老公不能换人。